上课了，慈济高雄新兴西族长照据点的第一堂课就是让社区老人活络筋骨，动动手动，动动身体，让身体健康，不会失能，手脑并用，让我们动动脑，不会失智，不会失忆。五十岁叫伊上一下，我今年已是十五岁，叫我先生笑了。看到慈济志工多半跟自己的年龄相当，社区老人家笑开怀。志工还传授了插花技巧，社区长辈洋溢在满满的花香中，度过了充实的快乐时光。大爱新闻专线志工张碧云、陈建安高雄报道。